关于自从做民意代表以来，一直拢是重情重义，全力伫服务乡亲。拜托板桥的婚姻乡亲大团结，有失败过的人，会当搁较珍惜再一次的机会。关于一定会搁较认真拍拼，拜托婚姻人大团结，小金送我当个议会，替婚姻乡亲来努力拍拼。拜托婚姻人大团结，让我替婚姻人挣一口气，守护咱婚姻的乡亲。这四年来，咱板桥婚姻无出议员，板桥乡亲，咱婚姻白票，今仔日爱大团结，爱极力支持婚姻查囝李婉仪。婚姻的查囝李婉仪，过去在咱板桥服务，大家看会到，大家感受会到。板桥婚姻人大团结。